大家好，这里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。我们又有新的工作更新了。然后，工作的雇佣形态是政社员，然后需要的募集人数是2名。工作内容主要是做 IT 类的工作。工作的地点是在东京都台东区。工作时间是9点到下午的6点，然后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日语的话，日常会话就可以。如果对我们这个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参加我们的就职说明会。说明会的时间是周 1、3、5上午11点，然后2、4、6日是下午的2点。联系电话是03620680585。